Hello，大家好，我是大龄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翻译视频和字幕，翻译和转录词汇表 ASR 自动语音识别。 YouTube 可使用自动语音识别功能来向视频添加自动字幕，此功能支持英语、荷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俄语和西班牙语，并非所有视频都支持自动语音识别功能。自动字幕，由自动语音识别功能创建的字幕轨道。字幕，用于指代视频中以文本形式出现的原始语言转录字幕和翻译字幕。默认情况下，字幕指的是原始语言转录字幕。隐藏式字幕，隐藏式字幕用文字来描述视频中的音频内容。这种字幕主要是为了方便听力有障碍和失聪的观众。内容包括台词转录以及声音提示，例如音乐播放或笑声。字幕还可以用来标识说话者，例如小王您好，或在屏幕上指示说话者的位置。投稿、创建或修改原数据、翻译或新的字幕轨道，以便发布到视频中。投稿内容、新建或修改后的原数据翻译、翻译字幕或隐藏式字幕，可在审核后发布到视频中。贡献者、提交过新的翻译字幕内容、隐藏式字幕内容或原数据翻译的志愿者，或者修改或审核过其他贡献者的内容的志愿者、创作者、视频上传者、所有者。提交，将完整或部分完成的字幕轨道送交审核，以便发布到视频中。提交的内容送交审核以供发布到视频中的完整或部分完成的翻译或转录内容。翻译字幕与视频一起显示的文字轨道，采用的语言不同于视频中的对话语言。这种字幕主要为外语观众而准备，其内容是对语音对话和书面文字的翻译，显示在视频底部或下方子标题。设置显示时间，用户提交语音稿后，我们的同步服务器会自动对语音稿和视频进行对齐，从而创建有时间戳的字幕轨道。转录稿，无格式且无时间戳的文字与视频中的对话内容逐字对应。翻译，通过翻译现有原数据或字幕而制作出的标题、说明或翻译版字幕。